我爸和儿子的随便找个男人嫁了，往后结婚没有彩礼不说，我爸爸还不能出席，我怎么能够看不起我呀？团子，你跟家里说免不了一顿打，但你现在要跟家里说，起码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啊！绝对不行！我已经让我爸爸帮我摆平工作室了，现在我都大学了，要学会独立，不能那什么事都告诉老师、告诉家长，是不是，小鱼？才这么几天，利息就滚得这么高。 我卡里还有点余额，还是给团子先垫上吧。这利息二十几百块钱也不难，主要是他除了这坑爹的借贷之外，他外边还有外加$30,000多的外债，就算是正规的借贷平台，你想什么利滚利下去也不是小数目。这下时间真的是金钱了，真的是多一刻都不能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得先把外债还上。要不试试坚持。